執法先鋒，警惡情奸，有請天地男兒。专业精神，有请城市追击。哇，天才，下面天数好激烈啦、啊！咁刺激最紧城市追击啦！冇错，城市追击不怕艰辛，永远都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为大家作至真至诚至全面嘅报道。好啊，一齐追击啦！豪情壮志，乘胜追击。本世纪巡演澳门站进行即席彩排，球官和舞伴几场为大家演绎了一段歌舞，别看他年过七十，却显得活力十足。取下来完全看不出秋官有疲态的样子，问到是否为了演唱会经常做运动，他笑言跳舞也是运动，熟练一点更好。排练舞蹈也算是一种运动嘛，我有空嘛我就跳一下，而且熟练一点更好。谈到